你睡觉了没有？没有。妈妈也不靠谱啊，还是看严宽哥哥有没有办法吧。艾米，艾米，哎呀，妹妹怎么了？喵喵丢了，是他把喵喵放了。啊，你把喵喵放了？你怎么会把喵喵放了？啊，怎么回事？快说话，说话。是你看着的还是妹妹看着的？啊？谁都没有看。然后你们都没看，那小喵喵跑了，那怎么办呀？哥哥，咱们。你带我去找喵喵，但是你有一个条件，是你要把你的棒棒糖给我吃，行不行？走，我们出发吧，现在出发，走，出发了，过来，走。Follow。巴拉巴巴卡，巴拉巴巴 ，Round the world。你好。艾米用这种方式来逃避问题。小喵喵搁哪了？你放的还是谁放的？你告诉我呀。谁都没有放。谁都没有放。谁都没有放，怎么会不见的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喜欢小喵喵吗？喜欢。那妹妹喜欢吗？不喜欢。你喜欢妹妹吗？不喜欢。你为什么不喜欢妹妹？妹妹多可爱，现在睡觉了。妹妹有没有花你钱？花我110。110啊。花了100元和100元，还有5块，还有5块钱，全都自己的账上了。你们俩害怕吗？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。陌生的。啊？陌生的。啊，陌生的地方。啥意思？陌生的地方就是从来没来过的、不熟悉的、没见过的，地方就叫陌生的地方。哎，你再说一遍，你的名字叫什么呀？我叫李九顺。李九顺怎么能念成李九岁呢？李九顺，九顺。啊。你不会念我的名字啊？啊？你还会念？你是哪里人啊？九顺。我是山寨人。山寨人啊？山寨啊？我是深圳。山寨地方挺漂亮的。不是，我是山寨。山寨还是山寨？那你用的手机？我不是山寨，我是山寨。那你用的手机也是山寨手机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是山寨。还是山寨手机，对不对？山寨是吧？嗯。哦，是山寨。哎呦，这小可怜睡成这样的，让妹妹在车上睡吧啊！我们不下去了啊、哦，宝啊，你没责任啊，你。怎么会找到的？刚才不是不见了吗？那是你在这那里，你开始变魔法了。啊，我有魔法，眼睛一睁亮，眼睛一闭不亮，是不是？告诉妹妹这个好消息了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亲爱的小傻瓜，风儿凉了，你也累了吧？张不开嘴巴，说不出话，穿着外衣睡着啦。是笑着藏住心里的话。真的告诉我，你说肚子上的话还在吗？哟，还在，好，鼓掌，好，多可爱的小肚子。不管你有没有想象的那么多，怪你呀，我知道你内心的强大，我总有一天会冲出大气压，找到云层上为你展开。我平时我特别喜欢喝茶，然后我家里也有收藏了一些小茶具啊、茶壶啊，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也是挺喜欢的一个工艺的一个茶具，希望大家也能够支持我们，为我们的慈善事业做一点小小的贡献，谢谢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由严宽先生提供的节目的爱心礼物。那么